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宏。今天呢，准备要去重庆交换啦，现在就准备出发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重庆啦！现在刚过完安检。重庆当时这已经红了，我们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证。好，感谢。现在呢，我们刚在酒店洗完澡，梳理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刚刚呢，我们在机场就是大概困了一个小时吧，就是因为计程车的关系，因为呢，我们就是行李太多了，所以计程车不愿意载我们，然后我们就等了很久，才终于找到有一辆车愿意载我们，所以大概1点多吧，现在凌晨1点多才到酒店，然后刚梳洗完。